知道吗？知道再见。好，定麦，你就怎么定？好了，那我们第一个麦流榜一下啊。其实超巧的，因为我今年二月底自己去欧洲旅行，然后我就是清单之一就是看音乐剧，然后谁知道买不到票，因为真的是非常非常抢手，是什么？好好等大家来。好，等一下他淘汰我。好。对，这次去伦敦想要看，然后真的是买不到哎、欸，我想说应该就是前一天买就好。哦，不是哦，原来是就是热门到要好几个月前就要先订票，然后就有点小沮丧，所以说来台北了，所以非常非常开心。然后再来就是前阵子我在 IG 也分享了一个我翻唱《狮子王》的音乐，另外一个主题曲《狮子王》是我从小到大看过最多遍的 Disney 电影，actually是电影。然后情节我都背下来，然后7月几号来着？就是那个17号电影版刚刚上映，我晚上就冲去买票。然后我觉得我自己超逊的，因为刚开演5分钟我就哭了，因为不要笑我，因为真的，因为他就是 opening 那一幕真的是太感人，很壮观。然后想说天啊，是我的童年，然后就重演，只是觉得自己很逊。所以今天就是很期待，因为我很多身旁朋友都看过，然后他们说百老汇最厉害的是，大家明明就是人嘛，可是他们就可以把动物演得非常的逼真。然后我觉得就是他们，尤其是我刚在香港搭错车的音乐剧，我自己也刚演完舞台剧，就觉得说真的不简单呢。而且你就是一直要在台上释放来300%的能量跟渲染力，所以就觉得非常非常期待今天看，然后可以偷试一下。看音乐剧，看什么电影？马上就哭了。我刚才已经请我同事帮我先买一包纸巾了，因为我觉得我应该会 hold 不住。就是我觉得这部电影好看的是在说，你可以看100遍，那还是会被感动。这就是一部我觉得很经典、很好看的电影。好，谢谢。谢谢。好，谢谢，谢谢。这里没关系啦，你都会给我评价吗？你有被打电话吗？先拍完大家一起打。好，这边聊一下。好，这边今天呢，好，这边这里。卫生这边。这边。谢谢大家了，谢谢。最后一点，我们往后一点。
费耶。还好你们都认识我哈。这里。还有这里。好，这边。不留下美丽的倩影，就要这样。人现在已经在偷拍了，真的。好，这边，这里。这个关系好看吗 ？OK 了吗？可以吗？可以。好，谢谢。这里。音乐人。观众。好，来，视线也是给中间的记者大哥。来，右手边。来，两位右手边，右边。好，来，视线给左手边。转过来一点好吗？谢谢。两位也可以转过来一点好吗？左手边，来，好吗？可以转过来一点好吗？谢谢。来，正中间再一点，正中间。我明明跳到我都不知道你现在在哪里呀、啊！算了啦，我都不要气好了。反正我到现在不就告诉你说你现在在哪里？都可以，对不对？这边。然后，你确定吗？我还没有跟踪你啊！只有老人才有约，谁约谁在？没有哎、欸。其实我在纽约。很早，他们刚来的时候，我在那边看，所以这一次是专程带，超期待音乐会，因为毕竟啊，我觉得台湾这次很幸运，我们看完了 musical 以后，也许还有机会可以，就是还可以再带来这种感觉，所以啊，音乐都做得非常精彩。这个月就是在原地看书，然后音乐剧跟电影这样一起接着这样。这是小孩子的狮子王。他们喜欢呢，他们很喜欢。然后刚刚在家里讨论很久，会唱的。狮子王。我刚才是有放电影版的那个Beyonce唱的那个里面的插曲。认识的很多老师都帮《狮子王》的电影版配音，对，我觉得一定会很精彩。那今天是 musical 的部分，对，所以啊，音乐剧的部分就对我来讲是一个最高的殿堂，对，因为又要唱又要演又要跳，我觉得今天是抱着全身的看。好 ，OK， 谢谢大家。